伸张。为什么树枝伸向天空？因为它喜欢阳光，喜欢空气。树生来就为朝向天空伸延，雀鸟生来就为了飞翔，人生来就为了完成自我，完成他人。不论以任何的方式强害自我，就像被大雪压断的树枝，不论因为什么样的缘由不关心不帮助别人，就像森林中被砍伐后的断干树，没有伸张的枝叶不能成树，人没有伸张的爱心就无法成人。难怪心理学家教你画一棵树当作测验，来发现你人性上的伤痕与病态。树的成长空间是人给予的，人可以为了盖高楼大厦而砍去树木的枝干。人的成长空间多半可以自己开拓，但是受到压迫时，仍要努力地保持与主同在的平安。同样的，在逆境中，人才真正地认识我们是天主的儿女，要在心灵的深处发出赞美主的乐歌。生命苦痛的磨练是必经的途径。苦读可以成学，苦干可以立业。不要等待祖宗的荫泽、父母的呵护、师长的提携，拼命向上伸张吧。这样，你自然能找到自己的一片青天。